日和朋友一起从雪梨湾出发越野滑雪，到华人圈的网红点去看冰挂。一路上雪压枝头，雾和松互相缠绕，陪着我们前行。来到了冰挂景点，仿佛走进了冰川世界。这些美丽的冰挂冰瀑悬挂于层峦叠嶂中，在阳光照射下泛着蔚蓝，晶莹剔透，甚是好看，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呀。